那我们下面要讲三焦。三焦呢，我们分为上焦，哦，身体这样子哈，这样子看。中医呢，就是你一定要有个观念，你的观念是正确，那病情再怎么变，你永远跑不出你的好如来。肚脐呢，以下，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称为下焦。胸壁骨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称为中焦。啊，这个胸壁骨以上，我们称之为上焦。这个合为三焦。那上焦呢，如雾，啊，是很轻的，非常干净。这个字怎么念？啊？没想过哈。对，就你今天呕，没有关系，因为症状就是呕。中下焦如肚，所谓上焦如雾，就是因为小肠在这边，膀胱在小肠前面，大肠在小肠的上方，肾脏在小肠的后方。那水呢，经过小肠的热蒸化以后，这个水气上到上面来，这个上焦如雾。那个你哪天跑到坐个直升机到天上抓块云下来去验，完全没有病毒。有没有人会跑到云里面去测验有没有那个病毒和细菌呢？没有啊，哦，干干净净的。我想的是正常人哈，正常人，正常，啊，正常。那中焦呢？这个中间三焦就是网络网膜，它横跨肝胆脾胃，好，这个完全是消化的地方。当中焦气快没有的时候，病人呈现的症状嗝，打嗝，好，我们叫打嗝，我们以后念到了这个叫做我们叫做睡。这个症状不单单是讲，不是讲，就这样子啊。啊，吃东西还是吃，还喝东西还是可以吃，喝水，一直不断的这样，好，那是中焦气快没了，啊，中焦气快没了，三焦是阳嘛，啊，记得是阳气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啊，很危险。下焦如肚是最比较脏的地方，哈，脏的地方哈，很多那个我们的食物的残渣哈，那样都是比较脏的地方，好，下焦。那这三焦通通是在。看起来颜色是黄色的，哦，我跟骨质上面呢，这个焦就又做焦，哦，又做这个焦。那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认为是绝肚之官，啊，哦，绝肚之官。水道出焉，水道呢是三焦在管，膀胱经呢，膀胱是什么？周都之官，津液出焉，津液好。那我们身上的水道，肚子腹水长了胀满满的，肚子都是水，哦，这就堵在三焦里面，因为水道不通，啊，哦，阳气不通。所以我们在一般来说，我们常常用一些行阳的手法，不管是用指针手去推。或者是下针，或者我们使用药，阳气要顺的时候，就水就不会累积，哦，这是水道在这个地方。那如果你有一天在高空下，你看哇，这个美洲大陆或者这个哦，这个我们的大陆山和台湾呢，水道到处密布，那个水道是什么？就是三焦。好，哦，所以观念一定要有，好，哦。
那会阳经的时候，我们多了一个元穴出来，阳经的金水木火土的金水木火土，好对到我们的颈龙鱼经合穴，好，那当我们的心包经的气血走到这个指头间，走到关冲穴以后，顺着指头间绕回来到第二个指头无名指的外侧，好，无名指的外侧，这个是这是指甲，好，手掌在无名指的这个是指甲这边，在无名指这个指甲这个外侧这里，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关冲穴啊，关冲，关冲穴呢是三焦经的井穴，井，那既然是井的话，它的属性就是金，好金，那我们井穴呢前面都介绍过了，我们急救啊跟昏眩啊，好，这个昏迷啊统统可以用井穴，好，第二个穴道呢是所谓的翼门，从井穴呢到，注意看好我们这两个骨头凸起来的骨头，这两个骨头呢后方就是我们的腋门穴，好，内部来看的时候，这是第四指掌骨，好，第五指掌骨，好，靠近这个骨边最骨边这个穴道，我们叫腋门穴，腋门穴再往后一寸，这个穴道呢，我们就叫做中主穴，好，都在骨头骨缝中间，好，腋门穴呢是三焦经的什么？好，这个龙穴，所以它属水，属性是属水。好，那三焦经呢？由于它贯通全身，阳晴阳的，好，所以很多，比如说往来寒热啊，好，忽冷忽热，就是所谓，因为它连贯脏和腑中间。我们前面介绍过，脏呢就是肝心脾肺肾还有心包。腑呢我们胆小肠胃大肠膀胱，它腑和脏之间的交接，它有沟通，好，能够协调，就是靠我们的三焦，所以三焦当阴阳在相抗争的时候，阴内脏和腑在相抗争的时候，这个病在腑要想进入内脏说你不能进来，跟你在抗争的时候，就往忽冷忽热的现象，我们都可以在三焦经上面可以找到很好的穴道。好，那这个第三个穴道呢是鱼穴，这个中主穴呢，哦，就是三焦经的什么？鱼穴是属木，好，那夏天呢，夏至到当年的同一年的冬至呢，它像三焦经是属火，那三焦经的鱼穴呢属木，所以中主穴在夏至到冬至的中间呢，它是三焦经的什么母穴？三焦经的虚症下症，好。包括我们像眼科很多穴道，像腋门啊、中主，啊、哦，很多穴道可以治疗眼科，我们再可以在四肢上面取穴，像眼睛生白内障、生内衣，都是属于胶膜，都属于成交的有。这个三焦经的虚症，好，那像它治症上面说手指关节不能伸屈啊，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不砸这个中主。好，关节不能伸屈，我们砸通常都是，如果严重中风的话，我们从合谷来透了这个后溪。那如果是一般的关节不能动，扭曲不行的话，我们从三尖直接透到劳宫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再过来是阳池，这个阳池呢就在手背，这是手正面，都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呢是我画的是这一只手，这个手的正中间。这边有个凹洞，这个穴道呢
们称之为阳池穴。过去我们治疗糖尿病，上焦、中焦、下焦，上焦是上焦、中焦、下焦，我们从阳池穴下针，手管，使你手只要放松，阳池穴下针可以透到大陵穴，对面的大陵穴，好，透到大陵穴，那治疗糖尿病，好，这个消渴很有名的穴道，好，那一般呢，我们在这个穴道都不灸，因为多汗。如果有个病人来，他跟你说，啊，我的左脚痛，你说左脚哪里痛？他一指的刚好是系鞋带的地方，是不是解析穴？啊，胃经的解析穴。那你看他右脚，你可以在左手的阳池下针，这一针下去，他当场就去掉，对称治疗。好，那同样的，如果这个病人伤了阳池，你是不是对称的解析下针，他也会去掉？好，对称治疗。那从好。手臂呢，阳池穴往上两寸，这个穴道呢，我们叫做外关。外关的对面呢，就是内关。好，内关。那这个外关呢，是管阳维。阳维，内关管阴维。在针刺的手法上面，我们所谓通生死桥，讲的就是这里外关。什么叫通生死桥？病人在壮热、大热的时候、高烧的时候，你在外关上下针。左脸右脸不需要补泻，就是连引到气以后，引到气以后，病人说酸痛，你直接针慢慢推到内关去，停了。这个从这个外关针在外关引到气以后，因为它是行阳的，全身的阳气在这边，你那一条那个针呢，直接下来透到内关去的时候，就把好像怎么讲呢？这个热水在那边停留在这边去不掉，你下面打个洞，哎，就往下走了。所以你那个针一通到内关去以后，通生死桥，生死桥这个外关是它的内关是生死桥的地方，平常不通的，你一通下去的时候，热当场就退了。好，小孩子发高烧，你可以用下针的手法。小 baby 你不要下针，但一般的小孩子懂，你单刺有没有？十四岁以下的小孩子单刺，扎到外关透透，左脸右脸一下，透到内关，好，然后拿出来，烧就退了，很快的。哦，通生死桥，这就是生桥还是死桥啊？这中间是生死通的地方。那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三关的手这个指针手指头来做。首先呢，我们叫开，哦，开，你要开会关哦。我教你开，你又不会关，我们叫开天河水。什么叫开天河水？这小孩子发高烧 ，baby， 你一看问妈妈，男的女的？要问一下哈，你有吧？这小孩子看起来男女都很像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把尿布拉起来看，好，问一下妈妈，这是我儿子，好，结束了，对吧？发高烧，退壮热。三关的推法，你什么叫开天河水？这手指头按到小孩子的外关穴，揉一揉，揉个两三下，然后呢，指力往下推，推推推到四肢末梢这样，揉完以后，手这样弄，小 baby 的手，你小 baby 手很小嘛，哈，一个指头就可以这样摸，在阳气阳经上面推下来，那天河水就会从这边出来，好，进入手掌的内部。那把天河水散掉的，好，内部这个剑矢穴，心包经的剑矢穴，你只要按到它一揉，天河水就散掉了。在散掉之前，我们要做些手法。你不要开完就散，开完就散，好玩，好，那个病还在里面没有去掉。我们开天河水有目的的，好，这都是用手指法，
用指针，不是用好、哦、这个指针，我们不是用不用真的下针。好，所以你这边一开天河水以后，它就过来，到了这个你推下去以后，推几下就好了，气就来了。好，那我们有最好的手法呢，小孩子的手都是握拳的，好，你让他握拳，中指头往前推，这个指头往前推的时候，他这个指头就会拱，你不要让他变成这样子，让他指头弯起来，拱过来，拱过来，那其他指头还在后面，然后就拱过来，这对小 baby 啊，啊，拱过来以后呢，手放上去，一个指头放上去，轻轻揉，轻轻揉他，好，其他指头还是一样，小孩子很好玩，你不动他手就是握到的，好。你把它往前推，好，这个指头这样揉，好，揉几下，稍就退了，好，因为这个刚好是劳宫穴，劳宫穴，心主五液，汗流出来就开始退，好，那女孩子呢，好，一般我们在指针上面来说，女孩子的话就是我们男女有男左女右，好，男左女右，那这是一种最基本的一个手法。第二种手法比较重症，如果烧没有退，你开了天河水以后，到手这边，男孩子呢，我们有寒热，好，寒。如果病人是寒，我们要退寒的时候，这个小 baby 小婴儿是男的，我们往上推，从三关。我们三关有三个地方，食指、无名指，啊，中指、无名指。所谓三关呢，刚好三个指纹，好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关，这个三个关，三个关，好，三个关。从这个三关的地方，男孩子呢，寒症的时候往上推，因为天河水开了以后，然后你顺着身体的方向推，就是去寒。反过来，如果是热症的时候往回推，他就推掉了。老师，他你怎么知道他寒热？望子，这个看小孩子一看嘴唇是青的，脸色是白的，寒症，对吧？一看连那个小婴儿那个脸那么红，对不对？你看好可爱，一捏他脸，那个是那个热症嘛。哦，你看那小孩子像那个桃子的脸，就是、啊、热症。那热症的时候，三关你天河水开了以后呢，从三关这边往下。这是男孩子，寒症的时候往内就推三关，往内，好，来去寒去热。女孩子呢，正好反过来，啊，我这是我女儿，啊，所以你们不要去记男女，好，你只要记得男的，女孩子倒着都倒过来就好了。你如果硬要把女的也背下来，男的也背下来，到时候一猜，忘了，所以你背一个，有没有道理的？背一个就好了。中医很多东西，所以你除了悟那个观念以外，还要想办法用把它简化。好，所以男孩子呢是往前推，往了内关的方向推，就是治寒；往指尖的方向推是去热。好，这个很强。你不要看那个小 baby 你这样子哈，因为他那个指头小小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你一个指头拉起来，三个指头就弄到一起往前推，啊，这样推。那你推之前要先开天河水，好，揉一揉它的外观。好，往下拉几下，气就到这边了。好，小便的气很强，马上到这个开天河水。那你推完以后呢？你要把天河水散。好，你按箭矢穴，按到箭矢穴，就是从内踝这个掌的内侧到箭矢的地方，按到揉一下，天河水就散掉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小 baby 我们常常使用的指针，指头的针。有些东西很好用。我举个例给你看，这个小 baby 啊，这是 baby 的嘴巴、耳朵，这耳朵呢，外面一圈，我们有个名称，称之为。轮胎的轮，好，一下忘掉了，你看，这样子轮。中医的观念里面呢，认为肾呢主耳，
小孩子受到惊吓的时候，受到受惊，受到惊吓的时候，眉宇之间会有一条青筋。小孩子肠胃比较寒冷的时候，眉宇之间也会有青筋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受到惊吓，怎么知道惊吓？小孩子常常会哭，哭闹不止。好，那你要照顾小孩子，要有一点 common sense， 就是你看小孩子哭闹不止，先摸他的尿布，先摸他的衣服，摸他的婴儿床，有的是回魂针，那个针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妈妈那个扣子把小孩子气到，结果那个针在戳小孩子，他当然哭啊。好，那奇怪，我儿子不好带，小孩子不好带，那针在那边戳到他，谁好带？你自己睡睡看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确定很舒服，那小孩子晚上的惊叫啊，叫得很大声，受到惊吓。受到惊吓严重的时候，眼珠子会动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好，一般受到惊吓，我们把小孩子用手两个手指头在耳朵耳轮的外侧的地方轻轻的揉它，哈，揉，重量一样。当你揉耳朵的时候，小朋友就开始安静了。好，那你揉，老师我揉到什么时候？不能揉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哈，揉到小孩子开始安安静静睡过去，或者小孩子开始笑，就可以停下来了。好，停下来。那我把这小 baby 的眼睛画大一点给你看哈。如果说没有那么大的哈，那外星人呢？我是形容给你听哈，形容给你看哈，形容给你看。如果小孩子眼睛是往上掉，黑珠子是往上掉，对不对？那你在揉耳朵的时候，往下拉耳垂那边压重一点，往下拉一点，它就会慢慢回来。如果这个眼球呢？是在下面掉到下面，你就上面的耳轮呢揉一揉。好，那如果你看到小孩子的眼珠呢是这样子的，眼睛哈，好，居然是斜那边的，好，斜这个地方的，你就把它对侧的耳朵揉耳轮揉拉一拉，哎，它就慢慢回来了。反之，如果是在这边的话，拉这个耳朵，拉对，好，这边的话我们拉这个耳朵。如果眼珠子是朝这边的时候，哈，我们拉这个耳朵，好，拉直。那拉的时候，这个耳朵比较用力，用力揉它，这个比较放松，这个眼珠子就回来。那当眼珠子朝这边的时候，你这个比较用力，这个不要你不按它的没关系，这个比较用力，它眼珠就回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指针。用手指头来当针使用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两个手按到这上面，我们叫双龙抢珠，耳珠嘛，哈，耳朵。那中医呢很好玩，涉及了很多穴道了，叫手法的，好像武功的招数，哈，那你无所谓，你听听看，最重要你要会，你不要记得那个名称。好，双龙抢珠记得，就手法忘掉。好，这是珠子嘛，眼珠子啊，调整它。好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个图不擦掉，告诉你我们开天河水用。好，那临床上治症的时候，那你说深浅，你可以撞热大寒的时候，比如这个我们可以施用它的时候，那你可以三关推的直接往手掌上推，好，或者从手掌上往下推，你可以加重它都没有关系。好，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手看看这个三关，好，这个内侧的手。这是三个，这个三个指头都有三关。当你三关出现的时候，三关正常是这样，你只看到横纹。如果是有黑线、有青筋在导致的，如果青筋在下面这个三关出现，都是小孩子都差不多了，都非常难治。这是一种辨证法。还有一种呢，就单指。单个指头，这个靠近身上的这叫风关，第二个关呢我们叫气关。这是风关，这是气关。第三个到手指头旁边叫命关，好，这是三关。如果出症刚开始出现有问题的时候，一般在风关。那没有治好才会到气关，气关没有治好到命关，到了命关就很危险，有生命危险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儿科的时候，把那个小手术抓起来，那个指头拉起来一看，
看看有没有哦，横纹青筋在这边哦，在表嘛，风在表。而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就要知道脏到那个腑里面去了，到这边就入脏了。哦，对我们诊断上都有帮助。好，诊断上。哎，病人如果说这个我的胸颊这个背痛，啊，有一个人来，啊，这个不用，啊，医生啊，我背痛，好，这是后这个头发后脑勺的，那你问你痛在哪里？我痛在中间督脉。你就是打后溪，哦，我都痛在两条筋上面，在这旁边两边上下痛，哦，膀胱筋，虚症我们扎委中，实症扎束骨穴，都不是，我这个痛呢是横到这个背痛，啊，这个第十这个督脉好第十四椎，命门的第十四椎，好，在命门督脉这个从这条线以下。病人有痛的时候，我们称都是带脉痛，奇经八脉里面的带脉，还没有介绍到哈，还没有介绍，先忽略。我们讲的阳维脉就是上面的肋间痛，阳维脉就是这个外关穴。所以如果病人说我这个胸膈痛，它背后叫横的一圈痛，他就要告诉你针外关，下针下外关，哦，下针下外关。那我们在外观治症上面的时候，常常会配合灵气在做，它是一组穴道。外观好，灵气诸位还没学到，待会我们可以讲到。好，我讲到灵气，再回头讲外观给你听。好，那这是横的肋间痛。那病人来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，痛就是背好背痛。那你会分这几种的话，就没有第三其他的痛了，没有其他的痛。啊，所以背痛不是在督脉上痛，就是横道痛，就是上下痛，啊，没有其他的痛。那你看中医的经络学分得很细，非常的细。那西医神经坐骨神经痛就合盖一切，横跨过一切了。实际上我们在下身的所有的穴道，所有的那个经络辨证上面，还取穴的方向取穴都不一样的。好。那这个外关穴同时呢又是手少阳这个经的络穴，这是它的络穴。诸位知道原穴跟络穴都是不分虚实寒热都可以治疗啊，都可以治疗。那这个手臂上这边呢，尤其靠近手关节手掌这边，你针下去以后，比如说你手是张开的下针，针下去以后下完针你握拳，那个针就弯掉了，因为那个肌肉会拉扯到，所以病人要放松，针下去后叫他不要动手指头，你一动就牵扯到这个针嘛，哦，那他要动他痛了，你告诉他了，他还动那是他痛了，哦，但是你没有告诉他动，你就是你错了，要告诉他千万不要动，哦，所以我们下手这边的穴道都跟病人手指头不要乱动，哦，不要乱动。实则呢，好，手软紧，很绷得很紧；虚则手张开来不能握拳。好，我们都可以用外观来治。好，再来呢是支沟穴，从外观上一寸就是支沟，这个上一寸一寸的距离，这个穴道呢我们叫支沟。好，我们。身上很多的地方用沟，好，用沟来命名，比如人中，我们又叫做水沟，现在又出来一个支沟。支沟穴在临床上面做的时候，我们治疗便秘效果很好。好，那下支沟穴下针了以后，我们会配合照海穴。照海穴呢，管的是阴跷脉。支沟穴、支沟照海是个经验，这两个穴道配在一起。这个经验的穴就是治症，病人的便秘，我们有两种便秘，一种寒症的便秘，一种热症的便秘。寒症的便秘呢，就是肠子没有蠕动，好，
哎，病人呢没有感觉，这一个礼拜不大便也不难过啊，这是寒症。热症的便秘呢，有一天不大便他就很难过，肚子胀得很绞痛很难过，这是热症的便秘。那我们在治疗支沟造海的时候，无所谓寒热，下症都会24小时以内就会排便，好排便。那你说老师，我那支沟造海下去，我可以帮他下关元啊、神那个天枢大那个大肠经的募穴天枢啊、中脘，那我四花灸有没有？中脘、天枢、神阙，放点盐巴下去烧，然后再加上关元，好，然后再加支沟造海，那肯定好的嘛。好，就是加减，你们自己再加减。那这个支沟穴呢，好，我们所谓开沟渠，人中支沟，好，女人的阴道就是沟，沟你要有观念哈，沟，所以妇人呢难产，或者是胎衣不出，或者是月漏下不止，好好任脉不通，好不容易怀孕，都可以在支沟上做。从这个支沟穴呢，平行移到这个骨头旁边呢，这就是这个下面这个会中穴啊，会中穴，从会中穴再跳回来，等于是支沟上一圈再跳回来，好，三条筋走，弯一下跳回来，这个穴道就叫做三阳络。啊，三阳络，穴道先认得。当我们遇到筋经的病，啊，抱歉哈，筋的病，我们这个开天河水啊，退天河水，这只是一般的。寒热发烧高烧寒热严重的时候癫痫啊，人家抽筋啊，小孩子痉挛啊，好，这个抽搐啊，脚弓反张，脑膜炎啊，那个严重的那个天河水都不够用啊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筋经。那筋经呢，我们从三阳络开始揉一下，好，让气血往下走，非常强。三阳络过去的三阳络我们是不扎针的，因为里面有动脉，中国以前针很粗啊，现在你扎针可以，因为针很细，好，针下去的时候尽量避开动脉，好，你手摸它有个动脉在脉旁边下针。那针三阳络如果真的很好，在脉旁边的时候，那个会看到点头针，针会跳动了。那平常我们用手法用指针，好，遇到小孩子发高烧已经开始痉挛了，脚弓反张，那你在那个推那个三关啊什么，或者是天河水的力量不够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用，好，这个筋经。我们从三阳络把气导回来，从六个筋经上面内侧六个筋经，好，不用这边三关不够了，要到筋经上。这个时候呢，男女一样往上推去寒，筋经它就会松掉，好，那个抽筋的现象就会去掉。好，那女孩子呢反过来，好，男的往上，女的往下，好，寒一定是抽往上抽，脚弓这样绷得很紧。好，你就往上，男孩子往上。如果是热症的时候，重就是全身这样瘫痪掉，就好像全身软掉了。那时候你就往这个往手掌的方向去推，这是热去热，往身体里面方向推，这是男孩子。好，女孩子反过来。那三阳络。扎针这个效这个很强哈，因为我用的不多，我用的外观跟那个支沟用的非常多，也很多。哎，便秘人来你就下支沟啦，好，支沟造海，好，很好用。那三阳络的那个气脉非常的强，好，所以声音哑掉了，好，耳聋啊什么，好都可以用。这个。四渎穴和天井穴哈，四渎穴呢在手肘，这个膝盖骨从这个下面呢往下五寸，好，五寸，在这个骨头的阳侧，好，骨头的阳侧，那这个是四渎穴，诸位知道穴位就好了，这个我们很少用的，好，很少用的。那你要个观念，
手阳明大肠经，我们以这首好这样看，大肠经、小肠经的中间就是三焦经。好，所以病人如果说我痛，你一看，哎，奇怪，这个不痛讲的痛的不在大肠经，也不在小肠经，在中间三焦经。哎，痛多久了？痛几天？三焦经的实证。好，痛了四五个礼拜了，虚症酸，三焦经的母穴。虚实，所以我们子母穴在肩膀痛啊什么样的，我们沿着经络去做，好，不要说啊，那个书上说曲池治肩膀痛，那所有肩膀痛都来砸曲池，哎，结果你运气好碰到手阳明大肠经的肩膀痛去掉了，结果碰到三焦经的或者小肠经的就去不掉了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穴位经络的走向，这样子的同样的肩膀痛，你就知道怎么样选择穴道，好。那一般的外面的书我是看不懂，为什么肩膀痛都要取直？那只能是手腕边大肠经的肩膀痛啊。好，天井穴呢是三焦经的合穴。好，合穴属土。好，这个抱歉，支沟穴呢，这个穴道哈，支沟是三焦经的经穴，这个经穴像火。我们现在讲的天井穴呢，好，是三焦经的合穴，属土。好，属土。在夏至，今年的夏至到今年的冬至呢，三焦经是向火的。那合穴属土，所以合穴是三焦经的什么子穴？在夏至到冬至的时候。我们就下天井穴，天井穴怎么找？常常用的哈，手弯起来下针，直的没有天井穴，手弯到下针，然后手慢慢爬过来，爬到关节后面，你一摸两个筋的中间凹洞，那就是天井穴。这个天井穴下针就直接在两个筋的中间一针就这样下进去了，这样下没有天井的哈，这个才井有个井口嘛，井口再打开来，你这样子没有井口的。所以一定拱手取，弯到下针。那平常病人躺卧姿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手是弯到，你就从这边下针下进去，直针进去就可以。好，天井穴，天井穴是三焦经的合穴，是属土，是它的子穴，三焦经的实证在这里现。好，哎，同样的，这个对称治疗，如果一个病人来左边的膝盖头痛，那你可以下右侧的天井，因为天井正好膝盖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膝盖头？好，右边的膝盖头痛，你就查左边，左手这边。好，左手这个地方。好，从天井，你找到正位的天井以后，从天井直上一寸，就是清冷渊。好，清冷渊，三焦经引起的手臂痛，一般来说是不能梳头。哎，病人告诉你，哎，奇怪，我怎么不能梳头了？啊，三焦经。还有一种症状很好玩，病人那个筷子哈夹菜夹到嘴巴口，这个筷子一甩，食物就丢掉了。好，那奇怪的就丢掉了，三焦经。一般这种症病要不要治？不要治。你吃饭坐他右边，丢过来了，刚好不要治。啊，这很多人跟我讲，这放不到嘴巴里面。还有那美国人吃叉子这样，他自己丢了，我说那你丢给我了，不能怪我，对吧？我又不是你抢，那你为什么要丢给我，对吧？好，那看到这种症状就属于三焦经，所以不能梳头，还有夹筷子哈，食物放不到嘴巴里面去。好，我现在讲你们没有遇到过，你可能想象，可是你在食物上你就会遇到。好，病人会告诉你这样子，这个是三焦经，好，三焦经，那你问他多久了？三天，止血哦。好几天了，一个礼拜了多，一般都是止血，好，但他都只他夹不到，夹到食物放不到嘴巴里面去，好，那筷子也是一样，叉子也是一样，反正就是放不进去，好，清冷渊呢，好，手臂不能举啊，实际上我们详细的讲就是手不能梳头，好，那不能举有侧面这边的话是属于手阳明大肠经。手不能手肘，病人告诉你手肘不能往后面，我这个后面搬不上去了，小肠经。哦，小肠经。这清冷渊呢，平常呢，我们这个顾名思义，三焦是行阳的，所以发烧呢，我们可以在清冷渊上下针也可以。好，清冷渊呢再往上，
好，这个五寸就是萧硕，这个穴道我们很少用，非常少用。好，在萧硕再上三寸就是挠会，挠会呢，在我们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肿的时候，脖子强硬的时候，淋巴好有一肿瘤，我们都在挠会上下针。好，那这个挠会呢，如果我们从这个清冷约上去找比较好找，好，比较好找，清冷约上五寸，它肩髎呢，肩髎我们这个手背上方正上方这个凹洞，这个手一弯起来有个凹洞，这是肩髎，肩髎是手阳明大肠经的，从这个肩髎穴跨一个大筋，跨一个大筋到后面的凹洞，这就是三焦经的肩髎、哦、如果你从肩髎往下走三寸，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挠会、啊、所以怎么找都碰得到挠会、哦、那一般来说我们有非常多的痔症，非常多的穴道可以治疗这个淋巴结或甲状腺的肿、哦、一般来说我们找天印，天印就是说我们这个阿四跟一般的阿四不一样，那阿四它就在阿四就在砸这里，我们不是，比如我们知道三焦经，因为三焦经主流往贯络全身嘛，哈，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淋巴系统，我们的内分泌系统，通通是三焦在管，哦，淋巴结的地方通通属于三焦。那我们在三焦经上找啊，来，你在三焦经按着找到一个压痛点，那个穴道就是最好的下针的地方。所以你知道经络这样走，你不一定要对着穴道上下针，而是找到那个天硬的、啊、最痛的那一点下针，啊、哦。那对这个淋巴结肿，不管我们在临床上面，不管你是淋巴癌或者是甲状腺肿瘤啊，通通可以使用的哈。所以一般你只要知道腺体的问题出现的时候，内分泌啊或者就都通通是属于三焦。好，那肩髎呢？顾名思义，在肩膀的部位就是进取穴，肩膀不能好抬举啊，或者手臂痛啊，好，通通可以用进取穴肩髎。好，所以病人如果说跑来跟你说。我肩膀痛，你在哪里？他很讨厌，就是说病人他不懂，也不能怪病人啊。嗯，我在这边，这边是哪边？这边是那个阳明经，后面就是三焦经，对吧？在后面是小肠经，那这边小肠经再过来三焦，再过来大肠经。他说我这边痛，好，三针，你说的嘛？哦，那我看这个人不错，很好。你告诉我痛在哪里？一个指头指给我看，这边三焦经一针，哦。有时候讲不清楚，跟他讲不清楚，算了，全部一起笑。因为有的人跟你沟通鸡同鸭讲，不是语言的问题啊，他不晓得分很多嘛。好，我跟他讲还指不出来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讲好了，算了，不要，因为后面病人还等到，对不对？这边不能他掐啦，先下针就好，那堵到这边嘛。好，所以你实物上在治疗的时候遇到一种米养百种人，好，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你跟他突然问他讲不出来的。但我就是那里痛吧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不要再跟他争，你非要告诉我哪里痛，我再跟你下针，不要那么固执嘛。好，就下三针没错。好，再来呢。好，这个天户穴在后颈大筋后脑哈。放大。这是后颈，好，这耳朵，这个后脑骨头在这边，中间两个大筋呢，好，这两个大筋外侧是天柱，还有两条大筋在旁边，这里这条大筋，好，我用短的粉笔，这边还有一条大筋。这边还有一条大筋，在这个大筋的和骨头交接的地方，啊，就是这个天户三焦经的地方。我们很少下针，好，也不能让人家揪头面后面的地方，哈，都不揪的。然后从天户穴到耳朵后方，侧面看的时候，好，侧面看。哦，
好，眼睛、鼻子，啊，嘴巴，啊，这是耳朵。这个耳朵呢，这是我们那个下关颊车的地方，在耳朵下方这个骨头后面差不多一寸的地方下针，这就是一风穴啊。一风穴如果以西医来说，眼科的时候他们都在这个地方下针，打那个麻醉剂打进去，眼睛就麻醉掉，然后这边开刀，好，正好就是中医的一风穴。好，所以患白内障啊什么，他们在这里打麻醉针，从这里进去，我们针的直径，那你下针的时候可以看到骨头，我们的这个下颌骨跟着后面的筋的中间，你不会砸到筋上面，也不会砸到骨头上面，一定在中间。那砸这边后脑部的针呢，我们都下得很浅，不是下得很深。好，这下巴这么稍微修正一下，好，这下巴这样子。但是这个针下得很浅，直针进去，好，不深。那这个穴呢，我们会用到大部分的耳鸣、耳聋，还有那个下巴脱臼啊，好，还有这个 TMJ 就是牙关，好，牙关这很痛，好。那我们现在知道了，都会学到阳明经，好，大肠经都学到。好，现在有一根牙关这里痛，不能咬合食物。那西医就是 TMJ 吧，哈，这个关节有问题。你下针的时候下关颊车，对侧的颌骨先下颌骨，下关颊车，一风，这边下，那下完针起来就很好了。如果有的病人痛四五年了、啊，很痛苦了、啊，还有牙医呢，得到 TMJ 跑来找啊，牙医也是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只会知道啊痛，他牙医没有办法，好，我们下针，好就可以解决。好，所以下关啊、颊车啊、颌骨穴还有一风穴。好，三焦经的一风穴。好，从一风上来的时候，沿着这个耳朵，好，把耳朵呢翻起来，耳朵盖到没有经络的哈，耳朵翻过来。这样子耳前看，好，头这样子的哈，鼻子、嘴巴哈，我们把耳朵翻过来，翻到这边，这样子翻过来看，好，我们这里后面有个骨头，凸起来一个骨头，这个耳朵翻过来后面有个骨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骨头呢叫做智慧骨。那西医呢，他只知道后面是一个智齿嘛，哈，拔掉。那你没有智齿的智慧还是很好，那跟智慧没有关系。这个智慧骨跟智慧就有关系。你手摸到耳朵后面一摸，是平的、扁的，就是笨蛋。哦，这次跟你们 interview， 我没有机会去摸，我看见，好，不好意思摸你，因为我知道我将来会教你。那当年就摸你，好是你记得我，我记得你，我告诉你摸我的这个智慧骨，好，我就看一眼。那小朋友身上一摸，哇，这个智慧骨很高很凸，越凸越高的越聪明，越平的 越蠢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你脑筋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人正，我们就可以帮你启蒙。好，可以帮你启蒙。那这个为什么要跟你介绍这个骨？沿着耳朵有个病人来找你，奇怪了，我头痛。你说那你哪里痛？耳朵一圈痛，你只要反应出来是什么？三焦经。那三焦经呢？你这痛多久了？痛了好几个月了，中阻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夏至到冬至嘛。好，那如果是痛了两三天，天井，对不对？所以耳朵后面只有一条筋经过，就是三焦经。那这个耳朵后面呢？临床上治症很多。中风在急救的时候，人昏迷的时候，我们在耳朵后面翻开来看，那个很多那个青那个鸡爪的筋啊、哦，你看那血脉都在这个耳朵后面。你拿三棱针，好，如果这个血脉在这里，我放大给你看哈、哦，这个血脉是这样子，这样下来，你这个什么血脉头也放，这里也放，好，那个针刺破一点，手推一推，放血出来，
有的是在耳朵后面，这是耳朵后面，你可以看到经放，人就会醒过来。好，这也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大穴。好，急救的地方，颠剑也在这里放。小孩子脑膜炎，脚弓反张，就是高热，然后人整个这样曲折过去，身体翻过去，也在这里放血。好，所以他后面的气脉如许脚孙，哦，你看他都在这个耳朵后面那个犄角犄足经，哦，从一峰这个穴道。往耳朵后面走，沿着耳朵旁边，哦，大约的尺寸呢是这样子哈，你这个耳朵如果翻过来的时候，发际头发在这边，发际，好，哦，你看到这条发头发，那在这个耳朵和这个发际中间呢，后面叫做我们特别叫做耳沟，好，耳好像一条沟一样，没有，好，这个沟渠一样。在后面这沟中间这个地方，就是耳沟的中间这条，就是三焦经经过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从一峰上来一寸半，就是第一个切脉，好，可以刺出血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不下针也不灸，大部分都是放血，啊，放血，还有就是摸摸愚笨，好聪明，好，嗯，好，那再上这个往这个上面呢？差不多上一寸到两寸的距离哈，我们怎么看呢？这怎么看？我们讲跳过一个骨头最好算，度骨法是最好。度骨，因为每个耳朵不一样，跳过这个智慧骨，跳过这个骨头哈，大骨头一上去，骨头的上方凹缝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颅席，好颅席，所以颅席跟脚那个气脉呢，刚好隔一个智慧骨，隔这个大骨头，啊大骨头。哦，那耳朵肿啊、进取穴、耳鸣啊、耳朵流脓都可以在后面。一般只要是耳科耳朵后面的头痛啊、耳朵后面的问题，或者是脑部发生的问题，你只要耳朵这样翻过来，后面看到有那个青筋冒出来哈，或者那个血脉，你在上面点刺放血都是最好的。哦，因为你一放血掉了以后，压力就减轻了嘛，人就醒过来了，好，痉挛的现象也推掉了。好，那耳对耳这个好，尤其是。这个脑膜炎，好，再来到脚孙，这个耳朵，你把上面这个耳朵上面这边往下压，好，就是这个发际的耳朵的正上方，但是不是在这个耳尖的正上方，好，是把耳朵拉下来了以后，这个耳朵最上方到发际这边中间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脚孙穴。像越靠近眼睛的地方呢，哦，眼科的智诊都来了，哦，哎，里面像什么像白内障、深内衣，不管青内那个青内障、白内障，好，哦，再过来呢，就是我们的丝竹空。丝竹空呢，在眉毛的后方，好，哦，眉毛的后方，好，哦，这个。眼睛的眉毛的后方四足空，眼睛的旁边好五分的地方，太阳后面有这个后面有个凹缝，就是，太阳这个眉毛的后方是四足空一个凹缝。我们最常用的眼科的四个地方放血，就是好，比如角膜炎、结膜炎、眼睛红肿，你在攒竹放血，四足空、童子髎，还有耳尖，你把耳朵拉起来，耳尖的地方去挤两滴血，这边挤。挤一点血，这边挤一点，你不要上火罐哈，没有那么过，太过了哈，就刺错就手一压压，挤滴血挤出来就好了。然后这个童子髎，好，这个丝竹空童子髎，童子髎就是太阳穴，好，这个耳朵后面凹洞，太阳童子髎、丝竹攒竹还有耳尖放，哎，这只眼睛你在这四个地方放，这只眼睛在这四个地方放，你常常放血的对眼睛视力非常好，好，内脏眼睛，尤其眼睛红肿、身热、湿热的时候，你放，他病人很痛的时候，你一放，哇，很轻松，清凉的感觉就下来了，很正常嘛。因为里面有血堵在里面，湿热，那血里面是不是很多病毒？那这时候你把那个放在很多的淤血，新的血是不是过来？那新的血里面带很多白血球、很多杀手细胞进来，这抗体进来，就把病
病毒去掉，把发炎炎症去掉，所以很有道理啊。中医是采放血的方式，好，就是四足空。那四足空呢，眼科的脸上的穴道，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不进，就进灸，不用在那边灸啊，你灸的眉毛也烧掉了啊，这样眼尾吧，好，眉毛尾巴好，哎，我们下身放血用的。像进取穴，像眼睛目往上跳，好，眼睛往上不看不认识人，好，眼睫毛倒长，都可以用放血的方式，啊，一般我讲过，就是我们讲攒足、四足空、太阳、耳尖，好，睫毛倒长啊，你给西医弄要开刀啊，他把你拔出来的，好，睫毛一直往里面伸啊，你眼睛刺得很难过，啊，放血就可以了，好，那我们有一种。叫眉顶骨痛，老师，我头痛，痛哪里？正额正印堂的，这是胃痛。我们下针下什么？中脘，一针下去，印堂痛就去了。那有的人痛在眉顶骨上，这叫眉顶骨，你眉毛下方的骨头痛。我在这条骨头上痛，就扎阴陵泉下一寸。阴陵泉呢，在脚的内侧。我们上次叫脾经的时候，有介绍过阴陵泉。好，这个脚的大腿。内侧这个骨头降下来，在骨头的内侧，这是右大腿，哦，右边的大腿，你这样看过去，哦，这一针下去，阴陵泉呢下一寸的地方有个奇穴，叫做眉陵点，哦，眉陵点，那眉陵点呢，我们在你找到眉陵点的时候，手去那边按，哦，痛，哦，那你就在那个痛点上下针。如果是左边的眉陵骨痛，我们下右边的眉陵点。右边的眉顶骨痛，我们夹左边的眉顶点。那正面痛，我刚刚讲过是属于胃经，我们夹中脘穴。好，那这是眉顶点。旁边的两边的头痛，如果是沿着耳边的头痛，三焦经。好，下次我们介绍胆经，胆经在两边。所以你们现在知道，如果头痛在这两边，膀胱经。好，实证加束骨，虚证的头痛加尾中。如果在正中间头痛是督脉，是不是下后溪？进取穴下百会，整个头痛都搞不清楚。我们有六阳之会，六条阳经会在头上，管他的，下百会，知道我意思吧？还痛，怎么那么可恶？涌泉，他下了还不敢痛了。好，下太痛了，下次不敢痛了。好啊，好，我现在很好，很好，你看好了吧？好，哦，详细的介绍一下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指针，哦，指针。指针术，好，指针术，我右手讲给你听，啊，右手，我们从上到下，大家看得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是手掌，啊，这六根筋，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走太阴肺经的太渊，进取列缺，对不对？这一条的筋呢，是管心和小肠，在。这两条的筋的中间就是手厥阴心包经，那心包经的上面这条筋呢，管的是脾胃；心包经的下面这条筋呢，好，这个筋呢，啊，管的就是三焦。然后在下面手少阴心经这边呢，好，阴气通里临到神门这一条呢，是这个筋，这边有个大筋可以摸到，这个筋管肾和膀胱。那这在这两条筋的中间呢，就是肺、大肠。那除了昨天讲的，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些，比如说小孩子一生下来黄疸，中医呢就会在肝胆上面下手，推他，轻轻的推，小孩子手很热，你轻轻的推，推的时候肾和之气只是在皮肤上这样推都有效，因为气在皮肤表面上，你不要让他推的骨头都断掉，因为小孩子骨头很软嘛，啊，那你下手太重，或者淤青一块都不好，推到淤青都太重了。好，你那个指针在手上的时候，手这样子轻轻的连着皮往上推就可以了，不要去按它，连着皮往上推，因为那个气在皮肤表面上非常的敏感。好，那小孩子吐奶啊，喝奶吐啊，怎么样？你就在脾胃这条筋，那个筋上面呢，轻轻推，啊，哦，它就会好。好，那推的时候，哦，大家知道由下往身体内推的时候是去寒，由身体。往下推的时候，往身体往四肢的末梢去推的时候是去热，中医只分寒热，
小 baby 一抱到手上一看，脸是赤红色，热，脸是清淡暗，好，就是喊，马上就分出来。那小朋友小便不顺或者是咳嗽，哦，咳嗽，哦，我们就知道在这条经筋上面可以做，肾经也可以，好，哦，那个 大小便的问题，哦，所以以此类推，好，哦，你们可以马上个调理到，马上就知道哦，我们在哪个地方做调理，它就会很好，好，哦，就会很好。那指针的时候都是我刚刚讲过，都是轻轻在皮肤上搓就好了，啊，哦，搓完以后一定要把天河水放掉，哦，天河水放掉，在肩膀上揉一揉，揉一揉，它就这个气就散掉了。在那个三焦经上面，最后两个穴道呢，一个是合髎，再来是额门。好，这个头是这样子哈，头这样下来。好，眉毛、眼睛这样哈，鼻子，啊，啊，嘴巴，那。耳朵在这边，这个耳前呢一个骨缝，你手按到这边，嘴巴一张开来一条骨缝，对不对？骨缝呢有三个穴道，我把骨缝拉出来，最上面这个穴道还有中间下面，上面呢我们称耳门，中间呢是听宫，下面呢听会穴，哦，现在讲的就是耳门，耳门是属于三焦经，听宫呢是小肠经，哦，小肠经，听会呢是胆经，好，哦，胆经络过，眉毛后面那个眉毛后面这个点，这个穴道，我们就是所谓的丝竹空，啊，哦，啊，哦，丝竹空，那从丝竹空到耳门这边是一个。这个是三焦经经过的地方，在靠近耳门前，这个是斜的嘛，哈，半寸到一寸的中间，你会摸，你这样摸，那边有个动脉在跳，这就是合髎，好，合髎穴。那合髎穴在脉的下方，一般如果我们要下针的时候，把脉用手摸上去，哈，摸上去，用指甲把那个脉推开来，针就下进去。好，你们千万不要按到脉下，按到脉下就是你就直接砸到动脉上面，那个淤青一块。这个像合髎和耳门、听宫、听会，这都是所谓的进取穴。哦，进取穴。好，哦，那你有疑问了，老师，现在这个耳朵流脓、化脓、脓水流出来，小孩子耳朵发炎或者是耳鸣、耳聋，好，我们到底取哪一个？临床上我在做的时候，我的。今天砸耳门，明天砸听宫，后天砸听会，轮流刺啊！你不要老是刺一个穴道，不要那么死脑筋嘛。对，我非要砸耳门不可，这砸了人家这皮肤都硬一块，哦，砸太多针硬一块。轮刺，我是采轮刺的方法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在耳朵旁边，三焦经很多，好，这个穴道很多。那我们到底哪一个穴道是最好的穴道？我就用指按，指头去按它，指头去按它的时候，哎。那一点特别痛，好，这叫阿是穴，在那个痛点上下针，因为很多穴道靠近耳朵，它的功能几乎很雷同，你怎么去分？你不要去分，用手去压，所以你要知道经络的走向最重要。好，我们介绍头痛也是这样做，好，经络的走向，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合髎，像我们那个他书上写的啊，是不是好牙车啊、牙痛啊、好头痛啊、耳朵流脓，好，一般来说我们治疗小孩子的儿科，小孩子耳朵里面化脓出来，我们用一般用消食法是浸灸，你要灸个水泡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哈，也不是很好，好，这个。